穿上土路之后，又接回整幕步道了。 再到茶湖之前，开始爬坡之前，左边这一个注意看，它写什么网，反正不是很清楚。不过但我知道这是妖娆路线。有比较安全吗？ 哇，原来路线有这么长啊！这边有一个水坑口，这一段要小心，这里有水塘旁边有那种阿神，要小心点走。 即将回到茶湖山步道，这样子就不用经过茶湖山顶危险的坑口路段。啊，出来了。